长路漫漫，围墙作伴。你们好，我是雪玲。此时我手持一把 MK47， 游走在军事基地，全力猎杀眼前的一切敌人，只为完成粉丝下达的任务。只用名字中带有 M 的枪支箭，从敌人的背包中我获得了一把 M16， 战斗力大幅度提升。蛛丝马迹告诉我，这个二楼必定有人。我马不停蹄地奋勇向前，来呀钢枪呀。此时他已受惊，定被吓得瑟瑟发抖，枪都拿不稳了吧。唉，像我这种走路都带风的人，凭气势就能将敌人吓软。从敌人的盒子中，我不仅收获了大量的子弹，还有一把信号枪。超级空投中带 M 的枪不少，最强的就是大菠萝和 AWM。 我有预感今天要发财了。正遐想之时，忽然听到脚步声，上菜了。听声辨位，我已锁定他的位置，首先不费吹灰之力的将他带走，随后我毫不犹豫的发射了信号枪。要是有人敢抢，我就让他尝尝我的厉害。漫长的等待之下，空投终于缓缓降落。哟呵，好事成双，梦想成真，最强的两把枪已经尽数获得，完成任务指日可待。正遐想之时，超级空投果然引来敌人。我手持 AWM 迅速更换背景，定要将你们打出屁来。一个，两个，咦，为何会直接淘汰？莫非对面不止一个小队？放松警惕是赏金猎人的大忌，我继续持枪警戒。哎呀，敢打我，待我休养片刻再将你打得屁滚尿流。太手撕，仍是击倒，有意思。此时对方溃不成军，人心一乱，正式前去围场的好时机。猎物出现，恭喜带下辈子做个好人。整装完毕，我驾车开始下一段征程。途中听到枪声，我猛然调转车头，收快递了。看情况是人机，有些浪费感情呀。正准备离去之时，突然听到楼上传来细微的声音，选择这个位置已经注定了你的结局，下辈子学下不了吧。再次准备离去之时，竟有一颗子弹从脸颊划过，迅速进入战斗状态。无论对方有多少人都得死。我胆大心细地观察敌情，哟呵，露头了，一枪将之撂倒，随后大步向前抢人头了。哦，果然不是人，大意之下差点阴沟里翻船。我暗自检讨，检讨片刻，我驾车继续寻找猎物。途中偶然发现身后有车跟随，我下车就是一发盲狙，随后接上大菠萝，事主来了。可惜虽将他们一网打尽，但队友也一个不剩。哼，刚才放生那个人竟想浑水摸鱼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。匆忙找些补给品，正准备去找他，没想到主动送上门来了。要是打不死你，我血字儿就倒着写。还想跑？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整装完毕，我独自一人开始下一段征程。站在山顶更有利于发现敌情，可惜与想象中不同，许久没看见半个人影。咦？激烈的枪声传来，这让我的神经瞬间绷紧，兴奋的汗毛都立了起来。我大步向着枪声的方向跑去，准备迎接我雪某人的制裁吧。发现目标，哎呀，空了，视野受限，看不清，换个角度再与你们大战300回合。这一回死了吧。呀，子弹从脸颊划过，咋这么不值得怜香惜玉呢？都得死。
这俩人只是记得，意味着还有人在旁边虎视眈眈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虽然你掩饰得很好，但依然难逃我的火眼金睛。既然送上门来了，那我就笑纳了。干什么？那我就去死！哎呀，手抽筋了！你等着。长路漫漫，围墙作伴。你们好呀，我是雪玲。此时我游走在纪港的集装箱上，目的是找到更多的敌人，顺便执行一下只用 M4 吃鸡的任务。然而赛程近半，我却只发现了一个三人小队，并将之淘汰。随后便是眼前这种情况，毛都不见一根。唉，无敌真是寂寞。目前我手中有把信号枪，或许用它能引来更多的敌人。集齐三级套的我实在想不出共同能带来什么惊喜。唉，别人视他为宝物，我却视他为粪土。期间我上蹿下跳，来呀打我呀，没人敢了吧。果然没啥惊喜，呸，粪土。哎呀，被打了，好样的，终于能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。你倒是出来呀，钢枪呀，咋这么怂呢？哎，脚步声，我迅速变成枪口，直接打了他人仰马翻，最后数次不杀。纪刚已被翻了个底儿朝天，我无奈驾车前往下一个人群密集点。途中巧碰发现空投，他能引来多少人呢？我毫不顾忌的下车舔空投，哟呵，终于有人打我了。我翻车上身，左侧车轮被打爆，敌人大概方向确定了，我来跟你好好玩耍一番。我驾车仔细观察四周，定要把这人揪出来。哟，看见你了，无需找到绝对安全的地方，这个背坡足够了。先开两枪提醒下对方我下车了，随后考验一下对方是不是莽夫。还挺稳，你不过来我就喝瓶饮料解解渴。哎呀我去，原来是在酝酿炸弹，忍不了了，盘他，看见了，这一顿响射够他喝一壶了。此人就在车上，把车打炸你还不死？哎呀，这个车有点硬了。眼前这个敌人怂得可以，就放起了烟雾弹，这不纯属掩耳盗铃吗？我会心一笑，瓮中捉鳖，开始了。我绕着烟雾转圈圈，时不时开枪警告，有能耐你出来呀，不敢了吧。我手中有六颗手雷，浪费一颗也没妨。怕他趁我不注意逃跑，我又开始转圈圈。呀，出来了！还想回去，心挺大呀。将这名敌人戏耍致死后，我刚准备驾车离去，没想到又被打了。真好，又有送菜的来了。顺着枪声的方向，我一路小跑过去，好像看见人了，好像不止一个呀，到底几个？管他呢，秃子就完了。哎呀，都懵死了，他们连我人在哪儿都没找到，一定很憋屈吧。此时我行至安全区边缘，这里地形空旷，很容易发现敌人。哦，枪声传来，循声望去果然有人。此刻的他如同待宰的羔羊，被我一枪一枪按在地上摩擦，还走位，竟是屁股了。刚准备去飞波处查看情况，竟有人嚣张地在我面前开车，行事作风若如此样子，我很看好你呀。可惜你找错对手了呀，从蛛丝马迹中判断，下方房子中必定有人。果然，可惜机会不大呀。嗯，墙角还有一人，这个人头我就笑纳了。呀，才发现竟是两人，岁数大了，眼神跟不上了。不过都得死，此刻我化身猎人，无情的猎杀敌人，对方小队还剩最后一人，你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唉，为何对方只想着苟且偷生，却不敢放手一搏呢？我就只有一个人呀。此时安全区刷新，我的位置比他好不少，面对这种情况，你还不出来钢枪吗？好吧，选择逃跑注定会失败。唉，高手精嘛。转身进入安全区内，随后趴在草里调整状态，前方好像有人，蹲起来看看。呀，他发现我了，对方有两人，趴下看看能打到我不。
好像不行呀，压压个屁，两个人都不好，一样得死。断剑重铸之日，雪灵归来之时，你等着。长路漫漫，围墙作伴。你们好呀，我是雪灵，正在全力以赴地执行粉丝下达的任务。本次任务要求使用 98K 和 P187 手枪吃鸡，此时情况有些尴尬。早上忘了洗脸，一把任务枪都没找到，为了看起来不像一个弱鸡，我果断背起了一把喷子，谁敢打我得先掂量掂量。前面这坨东西有些眼熟，果然上天总会眷顾长得好看的人，早上没洗脸都无法掩饰我的天生丽质。此刻杀人利器在手，雪灵来收割了。哎呀，刚准备大打出手，队友就驾崩了，眼见有人前去营救，我决定继续展开收割大计。算你运气不好。哎呀，队友好像捅了马蜂窝，接二连三驾崩，莫慌。哦，本想放你一马，我领先两岁，能助我的倾下亡魂，也不枉你投胎一回。将队友接连扶起，我的内心毫无波澜。咦，强大的神识扫描到一个冤家，我来迎接你了。此时情况不妙，多名冤家将我榨干，子弹壳都没有了。哎呀，高价偷袭，此刻我只有一把烧火棍，任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越降越气。盘他，我手持喷子大步前行，输人可以，气质不行。此人反应迟钝，汪我如临大敌，愧疚呀。从此人的盒子中仅仅得到一个六倍镜，说好的 98K 呢？或者来点9毫米子弹也行呀。经过一番地毯式搜索，并击杀几人之后，终于在盒子中找到了 98K。 此时我的心情难以言表，终于不需要用喷子吓唬人了，真想找人大打一架。我开着车十分嘚瑟的到处找人。哟，老林夕，怕时间长了腿肚子不抽筋了，上飞机休息休息去吧。谢谢就不用了，包里的东西给我就行。这么肥，说赢了多少人？安全区刷新，我正欢快地腿着进圈，同时不忘用神识观察四周。竟有同道中人，我直接从背后掏出 98K， 一颗子弹送给你，略表敬意。哟，三级头救了他一命，还是得死。此时我身处安全区内，凭借经验，后方比前方更容易发现敌情。我掏出神器 98K， 仔细地观察起来，果然不出所料。哎呀，另一人竟被别人杀掉，跟我抢靶子，真是可恶呀。生命不息，折腾不止，前进的路上时刻不忘寻找目标。呀，小音 98K 的声音，我双眼冒光，精神抖擞。哎呀，又是可恶的三级头，我恨不得把三级头的厂家炸掉，太耽误事儿了。此人不畏臭味，毅然进入厕所。进去容易，出来难，等着吧，他死定了。如果是我，我绝对不会坐以待毙，等到敌人近身，一颗手雷就能教他做人，他一定会露头。果然忍不住了，遇到我薛某人，真是你的悲哀，下辈子做个好人吧。此时最终对决来临，胜利近在眼前。哎呀呀，队友驾崩了，镜头下却没发现人，定是个老阴西。我耐心的等待，有能耐你别动。原来是个吉利服，次日归西。可惜这名队友太心急，也驾崩了。此刻仅剩最后一人，晚上有鸡吃了，开瓶香槟，提前庆祝胜利。哎呀，偷袭！又是一个吉利服，我要把这个厂家也炸了。断剑重铸之日，雪灵归来之时，你等着。没有任务就没有报酬。你们好呀，我是雪灵，正在全力以赴的执行粉丝下达的任务。今天的任务是全程只能使用 98K 和喷子吃鸡，之所以降落在军事基地，只因这里物资比较丰富。哎，枪声阵阵，热闹了，我得尽快找到任务枪械。哟，
潘子道长，凭借我的欧皇体质，98K 还不是手到擒来。此刻三级套装也已集齐了。98K 真是转悠的我脑壳疼。激烈的枪声传来，赏菜了。再见了，小明哥。在收获了一个芭比精之后，我对98K 更加渴求。在哪儿呢？还不死来。不是说上天总会眷顾长得好看的人吗？经过了一番搜索，仍无所获。我去，偷袭！此刻我只有一把喷子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越想越气，上去钢枪。呀，竟全是盒子，定是被队友抢了人头，不能白跑一趟，填个包先。哎呀呀呀呀，98K 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不容易啊，不容易，还带了一把信号枪。此时赛程过半，我却没能遇到几个敌人，98K 都要上锈了，这不扯了吗？得去找个人多的地方打打一架。哎，又被偷袭，妙啊！发现你了，受死了。此人身法飘逸，定是大神，提起喷子略表敬意。不用感激涕零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此时周围仍然存在危机，我持枪时刻警备。走吧，被打了。此刻我血量见底，待我留声完毕，定要让你尝尝我的厉害。我的妈耶，秀慧，你这后脑勺对着我，还真是给我个意外惊喜。秀慧，脑壳嗡嗡的吧？被敲闷罐的滋味不好受吧？此时周围异常安静，正是打信号枪的好时机。左右左右，我尝试着各种角度，姿势要帅，动作要快，随后跑上二楼，耐心的等待并仔细观察着四周。哎，枪声，果然发现两名敌人，谁先来受死？哎呀，这该死的树，这道视线算你走运。这位仁兄在那想啥呢？自杀此种代挂简直犹如我居神的名头。等待许久，空头终于缓缓降落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毛都没有，队友这时逮神了多少年的手速啊。随后我又来到顶楼，暗中观察周围敌情，时刻准备给予敌人致命一击。糟糕，二号队友遇袭。哎呀，这么快就被捕了。现在由雪玲为你实时解说。此刻三号队友正在高速靠近，定是要为二号队友报仇。哎呀，他不动了，许是遭遇敌情。对，就这样，老一系才是专坑大道。稳住，加油，我看好你。一个世纪过去了。哎呀，这位仁兄定力非凡，趴了这么长时间，腿肚子没抽筋吗？呀，击倒一人，果然不负老夫所望，有钱多。哎呀，好景不长，三号队友也魂归故里，可惜我雪某人远在千里之外，解不了禁渴呀。有车驶来，看情况他也开上了这边。一场近距离钢枪亦不可避免，果然车要停了，眼前的车锁遮蔽了视野，是时候拿出我珍藏已久的手雷了。亚洲雷神在线交左人。哎呀，何方鼠辈，竟做些偷鸡摸狗之事，待我隐忍片刻，定要将你打出地来。看见你了，受罪。哎呀，这墙是什么鬼？可恶啊！哟，眼前有个老阴西，头在哪儿？打屁股上了，屁股肉厚也救不了你，这肉也太厚了，问题不大，一样没死。即便解决了他，我仍没有放松警惕，时刻持枪戒备。这人可真不少啊！接下来迎接我的将是一场恶战，我隐藏在这里，静等猎物上钩。哟，帐篷，真是人多势众，如此欺负我亚洲巨神，待会儿定要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对方显然被我的枪法征服，竟不敢主动近身钢枪。我再次掏出珍藏已久的手雷，准备好迎接惊喜了吗？看你，此刻我能感受到对方眼神中的绝望，这一次踢到铁板了吧。又有一人露头，终于鼓起勇气与我一战了吗？成全你。接二连三的打击以击溃对方的信心，真是罪过哟，就想在我眼皮子底下苟且偷生，
门都没有。此刻对方必定已经暴跳如雷，但你们咋不过来钢枪呢？真是胆小如鼠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出来好了，准备接受喷子的洗礼吧。轻松带走，只留给他们一把孤独的背影。此时仅剩两名敌人，如此小的安全区意味着正面钢枪即将来临，而这正是我一直期待的。我就蹲在这个角落，来吧钢枪吧。哎呀，看见人影了，身穿吉利服的他竟趴下了。送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，别露头啊。哎呀，哪来的子弹？行啊，老阴西，算你狠，断剑重铸之日，雪灵归来之时，你等着。没有任务就没有报酬。你们好呀，我是雪灵，正在全力以赴的执行任务。今天的任务要求使用最难用的连狙持枪，思前想后 VSS 妹控 SLR 似乎都符合这个要求，而 VSS 近战能力相对出色，妹控怎么说也是空投武器，如此看来只有 SLR 最符合要求。这把枪比较稀少，后盾率又非常大，远程射击时的开枪节奏十分重要。好在它的威力在连狙中名列前茅，又不像 SKS 一样有着较长的攻击间隔，如果运用得当也不会像想象中那么弱。之所以出现在军事基地，就是要尽快找到这把枪。果然没令我失望，此时我已具备一定的战斗力，敌人们要小心了。简单搜索一番，没发现敌情，也没找到我最需要的特效板，而此刻我已失去耐心，看来只能从敌人的盒子中获取了。驱车来到一个山顶上，这里地势糟糕且不容易被近身，是很好的狙击地点。不好，队友遇袭，要尽快救援，发现已被淘汰，前方还有多名敌人，仍然不可放松警惕。我胆大心细的前行，是要为队友讨回公道。有车，敌人定在附近，果然还想扔雷，直接捕杀，不留一丝机会，将对方小队全灭之后，我们驱车来到一片防区。从种种蛛丝马迹判断，这里定有敌情。我切换上二倍镜，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。哎，队友被打趴下了，莫慌，有我。不出意料的将他带走，可惜临死前还拉了一个垫背的。我满腔怒火化作舔包的动力。哟，终于找到了拖载板，这让我复杂的心情平缓许多。补充好物资，刚准备离去，竟听到悦耳的枪声，莫非有猎物出现？果然发现一人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哟，跑到树后面去了，如此小的掩体可护不住你，看你何时露头。不用想也知道，此刻敌人定在树后瑟瑟发抖，慌乱中做些傻事也很正常。果然出来了，他竟然跳起来接枪的，这样的预判已经堪称大神级别，老夫很是佩服。此刻仅剩最后两名敌人，安全区恰好刷在空旷的平原，视线范围内很难发现掩体，对于只有一把狙击枪的我而言，已经是最后有利的局面。根据经验判断，这一局稳了。哟，竟有人率先攻击我，要是你隐忍到最后，说不定能有巨大威胁，但现在呢？惨了，此刻仅剩最后一人，我很想放肆的开枪示威，提前庆祝胜利，但理智告诉我要低调。阴沟里翻船的事儿我可没少干，利用手中望远镜，我仔细搜索每一个角落，哪儿去了呢？还真是惨呀呀，吃鸡来得如此突然，竟被队友抢了人头，溜了溜了。没有任务就没有报酬，我是赏金猎人雪灵，今天我要执行一个万众期待的任务，使用两把 AWM 取得胜利。其难度在于空投内的物资完全不固定，如果不能在前几个空投内找到任务枪械，那么直接可以宣告任务失败了。毕竟在找到 AWM 之前，我将一直赤手空拳，遭遇敌人时会毫无反抗之力。开局我选择降落在地图中心的 P 城附近，执意能更好的观察飞机动向，同时也会有效利用前期的时间。虽然不能捡枪，但防弹衣、急救包啥的还是可以的。三级头，
看来今天运气爆棚，完成任务那是轻轻松松。没办法，天生丽质使我赢在了起跑线上。经过一番地毯式搜索，我也获得些许物资。此时共同刷新时间笔记，我得赶紧前往安全区中心了。目的地到达，我耐心的等待。祖师爷保佑，各路大神保佑，可别遭遇敌人才好。飞机来了，他拉下一坨东西，那可是宝物。我默默记下宝物的位置，居然有人打我，欺负我赤手空拳，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撞死你！哎呀，好像开得有点慢了，再来一次。看见没？类似保时捷、玛莎拉蒂这种车根本不能买，安全措施太多，影响驾驶员的水平发挥，还是自行车舒服。我信你个鬼！耽误许久，宝物可别出意外才好。看见了，它正散发着红色的气体，味道应该很诱人。有个小黄车落荒而逃，我暗道不妙。果然，毛都没给我留下一根，我暗自后悔，刚才耽误了太长时间。正上火之时，天空再次一架飞机飞过，这次一定要把握机会。我了个去，又有个人机来捣乱，莫非是命运的安排？嫉妒我的容颜，给你一片头，拍死你！哼哼，这下不会误事了。拉了，他拉了，迅速转。我故意的吧？叔叔能忍，大婶可不能忍，拍死你！此时时间所剩不多，我这里有这个宝物中必须要有 AWM， 否则任务将会直接失败。不过我坚信，好运一定会眷顾傻瓜。AWM， 我来了。good， 有了有了，啥都有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赶紧撤。暂时的撤退只是为了更好的进攻，应该会有人来抢这坨宝物吧。宇宙毁灭了。想多了，时间不等人，我需要前往下一个目的地，迎接第二把 AWM。 飞机来了，拉下来了。好消息是这坨宝物离我不远，坏消息是距离 P 城太近，说不定会有激烈的战斗发生。有车驶过，看它的方向，目标应该不是宝物。不慌，我来了！妈哩妈哩吼 ！AWM， 一定是 AWM。果然，好运再一次眷顾了我，还附送一件吉利服。赶紧跑！此时我的心情很美丽，拥有天时，再占据地利和人和，岂有不完成任务的道理？驾车即使在荒郊野外，一心想寻找一处视野开阔的地方，开始我的狙杀表演。偶遇队友，他们居然全部健在，这可真是少见。我顿时来了兴致，何不与他们共进退，一同走向人生的巅峰。前方再次发现一个宝物，此时他对我已毫无吸引力，但却是绝佳的诱饵。我徒步寻找自己家的伏击地点。队友也跟随而来呀，他手里在拿一颗炸弹。大哥别伤住自己，借你把 AWM 玩玩。What？ 你是敢死队的吗？没经过我的同意就要与我共赴黄泉，暗恋我也不用如此极端吧。幸好队友还没有泯灭人性，我得离这个极端分子远点，太吓人了。意外的是宝物都没人去捡，我们一行人只好另找安身之所。队友带着我来到一片房区，对我来说这里并不是很好的选择，没有近战武器将限制我的发挥。无奈此时的我已不忍抛弃队友而去。有车驶过，狙杀的机会来了，并未命中头部，再扛一枪。石头旁隐藏着一块肉，再见，直接补掉。前方枪声阵阵，明显还有不少人隐藏，我得去二楼查看一番，并未发现敌情。糟糕，被打了。我一边聊声一边观察敌方动向，发现了，哎呀，队友在全血菜了，先救他们还是先将敌人狙杀呢？队友轻身，即使任务失败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。不妙，被打残了，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祸不单行。纵使今天葬身于此，也要将队友救起。哎呀，怎么打断了？队友移动位置了，脚步声逼近，没时间了，先走一步。想跑不现实，钢枪又不可能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该吉利服发挥作用了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此时我的手心冒汗，腿肚子抽筋，若能躲过此劫，必让对方魂飞烟灭。哎呀，为何打药总是自动打断？坑姐呢？不慌，他们一会儿就找累了，那时就是我出手的时刻。这任务失败虽然在意料之外，但却在情理之中。如果还能再选择一次，我仍会与队友共进退。赏金有限，良心无价。
没有任务就没有报酬。我是闪金猎人雪玲。评论区中发现不少人要求使用野牛冲锋枪吃鸡，这把枪还算稳定，弹夹容量大是最大的优点，近战能力出色。对于这样的任务，我当然会欣然接受。凭借巫皇体质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P 城，坚信必定能在短时间内找到任务枪械，杀他一个片甲不留。果然狗屎运使我强大，有了武器傍身，方圆一米之内将寸草不生。哦，耳边枪声阵阵，将我刺激的血脉喷张，让我来插上一脚。九侧必定有人，但敏锐的耳朵告诉我，右侧同样有人，那可是我过来的方向。为了避免被偷袭，必须要先处理掉他。我耐心的等待，静静的观察，期待他能露出破绽。宇宙毁灭了。比我还有耐心，看来不是弱者。时间不等人，不解决掉你，我无法安心，所以抱歉了。哟，不在一楼。二楼也没有，知道了。Surprise！ 乱拳打死了老师傅，此刻终于可以安心应付前面的敌人了。哎，右侧有敌情，那里正好是三号队友的位置。糟糕，队友被淘汰了。既然无法令你重生，那么只能替你讨回公道了。附近脚步声嘈杂，看来不止一人。无论如何，我必须要做点什么。发现了，直接补掉，这就是代价。还有，凌乱的脚步声告诉我，战斗仍未停息，需要快些疗伤。来了，还有。此刻周围终于安静了，这明显是一个满编队，接连被同一人拿下，想来对方会很气恼，甚至怀疑人生，真是罪过。一不小心竟然没控制住自己的洪荒之力，下次一定注意。从这次战斗中不难看出占据地理有多么重要，虽然这样狭小的空间令战术失去了作用，但却限制了他们的走位，并且无法一拥而上。被我逐个击破，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。哎，队友出现了，真及时，正好可以帮我分担一下舔包的痛苦，谢谢你，好人一生平安。正感叹之时，突然发现敌情，无奈又要提枪上阵了。哦，原来是个人机，浪费子弹了。下面进入绝地三尺搜索物资环节，绝地三尺搜索物资环节结束。劈成毛都没有一根，又处于安全区中心，这让我倍感无聊。恰巧灰机回国，那还想个锤子，叫上队友是要与他共赴黄泉。空投进了，附近人不少，不能停车，放弃不是我的个性，看来只能强取豪夺了。这个坑里很安全，适合落脚。看不见人，得去蓝房子的二楼。哟，有人打我，胆儿挺肥，此处位置不佳，换个地方。不妙，队友炸了，说好的共赴黄泉呢？他的血量健康，不急。一个世纪过去了，没人来补枪，也没有钓鱼的打算，鄙人甚感欣慰。哟，这边还没处理干净，又来一波人，空投的吸引力真大，有意思了，换个稳妥的位置再与你们周旋。队友又炸了，不慌，我来帮你架枪。此时已经发现多名敌人，敌我双方共同占据地利的优势，谁先忍不住谁就要倒霉了。直觉告诉我，对方有人忍不住了。果然，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，来了个12秒，对方如此配合，一会儿请你们吃枪子，他们必定在救人，先来点开胃菜。扔只击倒，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，冲。哎呀呀，咋还有这么多人，刚才我真的非常想回到掩体，可惜已经身不由己，幸好还有队友。此时我暗自检讨，以后一定不能粗心大意。第98次捡这个讨。
还在回想刚才的战斗，突然心生警觉，有人来了。这次吸取教训，不能过去硬刚，一颗手雷足以带走一切烦恼。被队友捷足先登了，浪费感情。一波波战斗令我们两个全副武装，装备已经登峰造极。前方发现空投，里面的东西并没有任何吸引力，但周围聚集的人群却不是如此，得找个地方埋伏。此处不错，虽然容易成为目标，但确实占据地理的优势。我趴在地上耐心的等待，发现猎物。这到嘴的肥肉还能跑了，已被队友拿下。糟糕，枪声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，我的枪可不具备远程作战能力。正思考间，脚步声传来。穿得这么绿，有心事啊！周围枪声不断，显然我们已经成为了目标，得低调点。信号圈收缩，我打满饮料，反水下方，迎接我们的又将是一场以少打多的战斗。此时可以肯定，剩余四人为同一小队。发现一个，尝试进攻，没有效果，仍可手雷迷惑一下。不好，被打了。目前我的位置已经完全暴露，不会再有任何偷袭的机会，接下来将是一场恶战。要冲过来了吗？还同时两人，先吃颗手雷，再来一梭子。糟糕，我的头被打了，没时间疗伤。击倒一人，有希望，待我疗伤完整，必要对方吃不了兜着走。历尽艰难又失败了，关键敌人也不配合呀。收拾好心情，继续为下一个任务做准备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没有任务就没有报酬，我是赏金猎人雪玲。今天的任务是使用不带瞄准镜的 M4 吃鸡，依据航线我选择降落在靶场，这里物资尚可，应该会迎来不少战斗。好运真的会眷顾傻瓜，这么快就找到了任务物品，我已经做好大杀四方的准备了。发现敌情，他的走位很灵活，可惜仍然要成为我的枪甲亡魂。附近暂未发现敌人，我们可以尽情的搜索物资了。糟糕，有人在远处打暗枪，敌暗我明，暂且避其锋芒。此时我的血量不太健康，急需恢复药品，可运气似乎已经用尽，居然连绷带都未曾发现。我这里有物资。好在队友及时示意，正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，五人成不欺我。哎呀，被打了。我还有队友复活，在我复活归来之时，势必要让对方付出代价。又一把 M4 给队友带上，前方枪声阵阵，我却只能锁定其大概位置，先把血补上再说。发现一个，似乎是个人机，并非我想要淘汰的目标，在哪儿呢？原来是绕到了后面。暴露位置的你还不拿命来，直接淘汰，看来对方并没有帮手。此地已被搜索完毕，该转移了。思考片刻，我决定前往机港，那里必然会将我的药品补充，最重要的是发生战斗的概率较大，此时已经到了收割的时机。我一路持枪戒备，却并未发现敌情，物资似乎也没被搜索过，莫非机港失宠了？搜索许久，只发现一名敌人，这令我感到遗憾。好在获得了不少物资，最重要的是还有把信号枪，我需要找个地方将它用掉。就这里了。虽然我的装备已经成型，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还是很想知道空投里是何物。我耐心的等待。我了个去，又一发信号弹升空，队友真是深藏不露，这样一来就更加值得期待了。哇，还有，我们居然人手一把信号枪，这种情况属实少见，可不要过分透支运气才好。煎熬的等待之下，空投终于缓缓降落，心中的期待被无限放大。里面有啥呢？ EWM， 可惜我用不上。下一个没用，还有最后一个，这么大个应该是装甲车了。枪声，三个空投集中在一起，终于把敌人引来了吗？正合我意，既然装甲车就在身边，何不撞死他？
为了。太费劲，下车解决他。信号圈收缩，该走了。前面有河，不怕。这车虽慢，但用途还是挺广泛的。将车扔下，我们徒步前行，只因要缩小目标，化整为零。树旁发现一人，只是击倒，或许队友就在附近，扔颗手雷探探路。没炸到，烟雾弹，果然有队友，走近些，再来一颗。看见人了，看能不能蒙死他。没蒙死，那就再来一颗手雷。炸死一个，出来一个。可惜没能将之淘汰，没关系，还有手雷。还有人。没看见他的身影，要转移位置。发现了。这次我终于淘汰了这个三人小队，虽然使用了 N 颗手雷，但结果还算令人满意。信号圈越来越小，决战时刻到来了。中枪了。原来在山坡后，他有掩体，我又没有背镜，不能贸然钢枪，也不能让他好受。吓唬他。糟糕，队友被 98K 击倒，此刻我必然被敌人锁定，无法贸然移动。又一名队友被击倒，形势急转而下，不妙了。敌人在移动，距离近了，没掩体了，还不死。还有最后一人，胜利属于我们了，位置早已暴露，我不再顾忌，来钢枪。队友没有放弃，我需要为他掩护。他的位置不佳，快点过来。糟糕，还是被淘汰了。我已大概锁定敌方的位置，如此距离就算蒙也能蒙死他。这太意外了，距离冠军只有一步之遥，这种感觉比吃了黄连还难受。让我反思一会儿，溜了溜了。